下的一切不都是交易吗？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。这次召开记者会，针对之前部分媒体爆料的地下情事件，我有以下声明。恋人关系一般都不会，我们是商场上多年的竞争对手，我很欣赏他的随机应变，虚理而生才是相爱变成，但我们两个人并无私交。不好了，别着咱们合作的马来西亚手上的案子不是我一个人要下，我能教别人雷动你太令我失望了。为达目的不为来者，计划已经得逞，我现在一败涂地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。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在一起不谈未来，不谈感情，让一切归零在这无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如果我们还继续在一起，以后世界上的每一次交手都会变成心上的刀疤。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寸寸落得如此下场。我们兜兜转转那么多年，拼尽全力，又有什么区别？